舍不得。为什么就会这么舍不得这个节目？我觉得是因为老师们帮了我很多，然后这个节目也教了我很多东西，最后然后好多老师都对我很好，然后工作人员们也是。然后我第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自己能参加这个节目，因为真的是太难得了。最后我知道工作人员们呢，或者是祖蓝哥还有志伟哥他们，就是帮了我很多，然后也要谢谢导演他们，因为他们都真的对我很好，每一个人都是，他们会鼓励我，就是他们会说嗯，你唱的真棒，加油。但是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太棒，但是他们都这样跟我讲，我就觉得信心会大增。有什么样的工作人员讲过这些话？包括带我上台的那位叔叔老师，然后还有新哥，还有昭昭、木木。对了，我还想谢谢一些老师们，就是导演红霄导演，红霄导演，还有古素老师，还有许仁老师他们。一开始我把古素老师的名字讲成了古力老师，真的非常的对不起。